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现场时间12:21，你所收听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杨杰很荣幸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因为其实杨杰非常的喜欢音乐哦，各式各样的音乐。那以前呢，杨杰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学这个管乐哦。那杨杰也特别的欣赏国乐。那在我们的一些庆典的仪式当中呢，杨杰也听到了八音的音乐。那很特别的是，杨杰对于客家八音哦，非常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是我们的大伙房艺术团的艺术总监，也是我们的副团长，我们的林作长林老师，在我节目当中。老师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那其实老师呢，在去年也荣获了我们的客委会的专业奖章哈，所以对于我们客家八音的传承，应该是相当的有一个代表性哦。所以杨姐今天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林老师哈。那所以其实老师，我想要请教的就是，其实在八音哦，客家八音的特色跟它的发展哦，就是有许多朋友也许有听过，包含像南管啊、北管啊，那客家八音它的一个缘起由来哦，是不是跟大家可以聊一聊？这个这样讲好了，听众朋友大概会比较清楚。对，你布袋戏哈，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看布袋戏。布袋戏，听听看看，听听看看。布袋戏哈，因为还小怕小怕还误会。好，大部分一个乐器的用，算八管。八管，北管，北管很热闹，对，叮叮响，叮叮响，叮叮咚，叮叮咚，动作很快哈，当然哈，南管音乐它都会用在文戏啊，比较文戏，这样的话就比较很清楚了，嗯哼，你说人家然后在文戏他担心说，你用这个，叮叮响，这个就不适合了，对，布袋戏你这样分的就很清楚了，对，但是他用的乐器不太一样 ，OK， 好。你南管的话，大概很适合在室内，人数，但是不能那个现场的音量不能太大，会干扰到他。也不能太吵。对，那个是我是曾经参加一个朋友的，小孩的喜宴的时候，是，你看他们在那上面演奏，我说糟糕，糟糕了，底下人家要吃饭喝酒，高兴的场面，你不可能叫他不讲话嘛？对啊，不敢讲。对，我说这个很麻烦的。哇，那怎么办？他们乐器呢是用这个箫啦，是，还有琵琶，他们琵琶也很奇怪，他们抱是抱的横抱的，不像我们现在国乐团是直抱的，直抱它是横抱，而且那个品相呢，也比较少。OK， 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是他用的，技巧应该其实也没有说，很复杂了，是还有三弦啦，三弦还有一个也是卡卡弦 ，OK， 卡卡弦就是椰子壳那个，椰子壳，那个音量都不很大，他们但是他们一直我看他们演出，他们还是一直坚持不用扩大器呢。很奇怪、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色的 OK， 所以就是文文的安安静静的对对的，那北管就不一样了，北管因为后来那个顶头啦什么的正头的北管的当然要比音量啦比热闹啦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会用大锣大鼓啦这些东西，而且人数那个敲击乐器很多是他打啦那些鼓啦这些东西都有很多人在负责，不是一个的，不像，但是我们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八音的话，我还要分，北部的八音跟南部的八音还是有分别。所以在台湾的地区分布性还是有差异的哦。对对对对对，他们大概说北部的八音团大概是比较先进的那个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但是南部就是比较保守。南部是偏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这个有些乐器他也不喜欢叫，但是演出就是四个人，洗市场就四个人为主。是，那上市场的话，他会考虑到经济因素啊。会用三个人。用三个人。对，所以我们在洗市场庙会的这些，我们绝对不敢三个人做。这个是一个机会。是。所以客家班应该算说比较简单来讲，就是说，那企业的那个对演奏，
是比较圆奏就对了，只是用乐器在演奏，没有用唱的，哦，没有加上用唱的部分。北管跟南管它都有唱曲 ，OK。好，那八音里面，据我知道的哈，没有了，南部的没有，北部的他们会有时候会加上，因为他们在慢慢转变，对对，它乐种也是会转变的。因为他可能因为地区性、民族性，大家的需求也做一些曲调上的变化，市场性比较大了。市场性的部分，哎，市场喜欢热闹的部分。对啊，像有些观众他喜欢听这个，哇，这个，另外吹一个，我们听得懂的。哦，哥，我们现在也有一点这个压力了。OK，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换那个，大家都比较喜欢听的或者听得懂的哦，那就不管不一定是客家歌曲了，是可能是会有其他的小调，早期的那个闽南歌曲我们也会放在里面哦，那个叫傣语歌，那个比较大家听得懂的。OK， 这个你听不懂的话，就实在说，叫我们去听那个贝多芬的什么东西，我们听起来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反应的。是，所以老师在其实，在整个台湾的一个八音的分布，包含像客家八音，也有分北部的客家八音的跟南部的客家八音的，它的演奏方式、呈现方式是有也是有不一样的，也有差别，慢慢就在差别它。他北部会慢慢的将那个北管演出了，好像哦，融入一点北管元素了，也放在那个曲里面当那个后台的音乐哦，就是他们服务哦 ，OK， 有一些戏曲的，他可能需要一些文戏的时候，文戏武戏，他们都、okay. 他说加入北管就是这个东西啊，嗯哼，他就要配合这些服务这些，是、哦，那南部就没有 ，OK， 南部的话就。大概是客家礼俗啦、啊，祭祀的哈，那个庆典啊，这些东西在用。OK， 很少是在，因为客家庄的他那个也很奇怪，那个生命礼俗啦、啊、哈，那个祭典的、啊、生命生日啊这些东西，都好像比较重视的。那么客家庄这些人都比较重视的。OK， 就很重视，很敬仰。嘿，对对，这个神明好像不敢说，很敬重就是了。你刚刚那些笑话的。OK， 老师，像这个乐器的这个分布它的乐器的组合组成是不是比较大的团，或者是比较基本团比较大的团？那是不是有南北差异？这部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北部的他那个八音团，他用的他。大概会用两只唢呐，因为我曾经问过有一位他那个是也是北部的，是那个以前子弟班的，但他们子弟班是学北管的啦。哦，子弟班学北管。对，那时候我问，曾经请教过他，我说你们那边上市有几个人？嗯哼，他说最少要八个，喜事也是这样八个。哦，那人就蛮多的哦。对，但是那费用会比较高啊。是啊，是啊，对是啊。那我为什么这样？他说你要迎娶的话，哈，喜事的话，迎娶的话一定要。八个人到那边去，你放心。哦，迎娶就好像以前古代的那个迎娶仪式，有一个热闹的那个乐奏，对，乐团演奏这样子。就是要也是要配合他们。哦，是。他们到那边还是要祭他们祖先呢、啊。哦，祭祖，还是有这些东西的。OK。但是你不能说你像南部的话，我们这边的四个人出去那边，这边就放空营了，放空呀。OK， 以后就会这样。是，所以他们说那也会有这个现象。OK。后来我曾经在义民庙那边看他们那个，北部八音下来演出的，我奇怪的跟他大概是从那边下来，对，好人数啊，好像那个，就没有，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八个人，不到八位，他好像是六个人。OK， 但是他那个演出的形式又不一样了，是他一个在敲锣的负责，还负责唱。哦，所以他们就把又有那个唱曲了。哦，把唱曲曲调的部分、戏曲的部分加进去了。对，但是没有说演戏的。OK， 他只是唱的。哦，只是用口哦，用嘴巴在做唱的，还负责要敲那个锣。OK， 好，这个跟我们这边又没有。嗯哼，南部八音是纯粹，你可以说纯粹是为这些服务祭祀的典祭祀典礼礼仪了，礼仪这些东西
在服务的。OK， 你假如技师的话，没有用到，没有用到这些配合的话，好像就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嗯，现在目前也是有慢慢会变成说有这个。放那个录音带，有时候配合不起来也还蛮好。OK， 好，老师，其实今天的这个访问也很特别，因为我们的大伙房艺术团哦的组成哦，还有包含老师您的一个教学经验哦，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吗？好好好好，这个大伙房在成立很多年了，也本来是。小学那个时候，大家有些退休了嘛，退休老师嘛，还是退休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老师都有了，反正也扮演啊，有早点事，早点乐器学习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没有，假如没有这个什么演出团体的话，你根本就没地方看。嗯，的确、嗯。而且在那个卡拉 OK 里面也没有客家的音乐呢。是、哦，甚至连像那个我们唱的客家歌谣那个小调也没有。只能说慢慢去听，把那个谱换去换一换，写一写，用现场的对现演出 ，OK， 像拉一拉，然后这样唱着，嗯哼，所以他们那时候就会有这个本来就是也有职业意识啊，是，现在好像也是下线了，也不是下线了，就大概是身体上哈颠打一下，难吧哈，免不了嘛，是，好，那下来你。就几个就凑在一起了，所以那时候是组成什么，那个时候叫也没有登记 ，OK， 那叫什么宝岛音乐团 ，OK， 就自己一个大家有兴趣有志一同的朋友组成，对 ，OK， 那个时候经费就也没有经费了，说实在的，然后个人的大概，那后来是为了说哦，那也是不是我们组一个团，是，假如公家可以请到一点经费。你起码我们便当前有人在互动，没错没错没错、哦。那当然，其他那个一些都是自己去买的。是，后来才是说慢慢的话，配哎，现在弄起来好像有一点，也有一点那个人好心得啊，但也没有说特地去请那个什么大的师傅来教，有了、因为那个有一个北管老师，那个杨根胜哈、哦，他是算是北管的子弟班的师傅，嗯哼，他是从南北部下来，是来这边开垦的，嗯哼，他那时候有北管，是那个北管那大伙北管就从他那边学过来，哦，那个也很累，那个、okay, 也蛮精实的，北管我是看到他们是。曲还好啦，曲目他们有公子谱哦，有公子谱，但是公子谱也是很对的。我们说要经过僧人的口，口传心授这样是，其实你要有东西可以看，对，啊，那但是锣鼓就比较麻烦了，嗯哼，哦，锣鼓就有那个徐老师啦，还有那个李丁麦小姐啊，那两个哇，那个是发疯的呀，真的很花很多心血在写那个锣鼓，嗯哼。也不是说他那个老师不会教他，就是念嘛。他锣鼓的谱啊，他是直着写的。OK， 因为他因为就是用老师您刚刚说的，就是他是用直接跟你讲述的，对，用口传心授的，对，这个很麻烦。就是跟老班呐、啊，就是我们老师教给徒弟的那个概念。对。但是现在我跟他们打接戏，西洋的我搞不清楚的，但是现在这些还是差不多是这种教法的。OK，、传统的班底。对，主要是要看你这个学的人他的那个领悟力了、啊。哦。哎、对，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先拿那个现成的那个乐谱啊，像日本歌曲改编的那什么东西。哦、那也是在演奏了。哦，哎，那时候好像也慢慢有人在邀请的，喜事场啊，或丧事场也有人在邀请的，是慢慢名气、也不错哦。那后来成立说啊，去向那个县政府那边登记说啊，我是不是登记了那个嗯哼啊职业的不是业余的还业余的，现在我们那个大伙房艺术呢，现在还是算业余的，不是职业人是，那些，但是里面呢是，我们现在是比较早期是比较杂，演出的那个曲目比较杂。对，
那再下来就是客家歌，客家歌谣，对，哦，嗯哼，而且国语歌曲也在用了，是是是。那现在慢慢下来的话，有些团员也会身体不怎么好的话，有些是会要凋零了、啊。OK， 也是要传承，对，但是慢慢的、嗯，但是新的现在就比较麻烦了。嗯，要从头开始学。也不是的，你看，客家庄，你像因为我住美浓，对，美浓那边很厉害。你要说我、哦、在专门在那个年轻的在玩游戏啊，那家长就骂了，家长会骂，骂，对，真的吗？那没多少没，不好好读书学乐器，对啊，你那个不能赚钱啊，他希望你功课练好就好了。哦，现在那个假如是你要学的过精的话，应该是要花很多精神，是啊，而且要有那个天分的、啊，没错。学音乐的确是要蛮有天分的。所以我的小孩，我一看看也不行的。我说你学，你不要学。我鼓励他，你不要学，不要浪费时间。哦，啊、对音乐，有的人对音乐天生就没什么领悟力。没有这个，他就没有天分的话，他学到一个程度，会好像有一个停滞，跨不过去。有个坎过不过去，哎，对对对， okay. 那个就不在呀、啊。Oh. 哦，对啊，那后来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林炳焕那个老师傅的，嗯哼，他那个时候是在民间是算卖药团的那些的。哦、oh, ，真的哦，哎、欸，其实卖药团有的那个底子也很厉害，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是教一些锣鼓啦、唱这山歌啦这些。OK， 那个有那个什么，什么客家山。采茶戏，采茶戏、啊。但是我们大伙呢，就只能做那个戏。嗯哼，因为我们不是说专门在那个舞台表演的人，我们是乐器表演可以，连的肢体都在表演。哦，这个要去肢体表演又另外一回事了。对对对，那个要另外去学了，没有办法。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演出就是。有三角采茶戏的，是两个人对手对口的、哦，那就有那个李丁妹啊，哈、哦、小姐，还有那个有一个谢平香，谢平香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单位公家的单位也是在上班的，是，那后来现在是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可以专职的，好好做，其实大概多是他在弄那个什么音响啊这些东西啦，哈、哦，是。哎、欸，我们这个团里面还有一个，因为张文贤那个他就是很早期就是在职业团那边、嗯，他是说弹那个吉他的。哦，弹吉他哦，那他以前弹吉他，现在是弹。现在是我们他那个人，这个人他乐器懂得比较多，是扬琴啊，哦，那个二胡的这些他都懂。哦，就弦乐器的部分哦，对那。那后来是我们那个往大英这边发展的话，主要我就建议他说：“你用那个三弦好了。”哦，用三弦。哎、欸，我不晓得他三弦也能弹呢、啊。哦，哦，这个真的很强哎、欸，对，很厉害。嗯，哦，所以那个团长刘团长是他是主要是吹笛子的。哦，是吹笛子的。那打击乐器就是徐老师在负责。OK， 我、哦、跟李丁妹小姐。是，所以老师像大伙房的这个演出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演出的邀请？有那个时候比较早期的时候，对，那都在花东那边哦，哇，那个大概是破天荒没有团体去表演啊？怎么说？没有团体去表演，都一条路这么远啊，还好、哦，对不对？而且那边也不是说那边客家人很多呢，嗯哼，是。不知道是这个公家单位没有去重视，或者是还怎么样，我搞不清楚。是，那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印象比较深。对，在花东。对，但那个本来一般的话，我们在客家庄还是在乡下在演出啊。是，你没有抽奖的话，没有观众。一定要办抽奖活动。对，你那小礼物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啊、哈？那一场是？那场没有，那没有什么抽奖的。我们都已经很穷了，好，不可能再带那个奖抽奖品去嘛。啊，那时候的有观众？哦，那时候观众，
应该是蛮强的，蛮多蛮长哦，上面一两千个人，哇，一两千个人，哎，庙那个庙没有底下那个一两千人，那个客满哦，对啊，那个是算是很轰动的事情，哇，但那个时候我们也傻傻的，不是，分，因为有时间呢，我们也想一想，是不是人家听音乐听完，我们有舞曲，人家也跳舞了，是不是听了？听了他要去尿尿还怎么样？哦，那后来那边的人说，哎，你们这个节目这样排的话，你休息时间还尿尿，一去就不回来了。哎，但是没有想到，哎。下半场是吧？还是满的，对啊，我也很奇怪，怎么这些人？所以反而大家对于花东的印象，可能就哎，花东可能是原住民朋友比较多，哎，没想到欣赏客家音乐、客家八音的族群，反而也是多到不行哦，整个庙庙，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推广哦。好，时间关系，我们让电台先进个广告，等会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再跟我们大伙房艺术团艺术总监，也是我们的副团长林作长林老师继续聊，等会马上回来，谢谢。历史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来烦恼。在这里有一个解好的方法，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咱若要困进前，念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咱的心内会搁较平静，才会当跟恁免费来结缘。0733542333。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李长辈啊，恁家厝顶是咧起啥？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太阳光电，我知。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水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好，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大家在我现场，现场时间12:44的时候，收听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 online 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今天现场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大伙房艺术团艺术总监，也是我们的副团长林作长林老师，在我们现场。老师好，大家好。今天真的很荣幸，也让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客家八音哦。那老师，其实在去年您也获得了客委会的专业奖章。那杨杰刚刚在跟老师聊，其实老师您的本业哦，你本身的工作是在骑狗狗街的。对，我现在自己有弄一个牧场，在养鸡，在养鸡的。对。那老师您怎么会接触到这个客家八音？因为您本身的主要的乐器是专精乐器是唢呐，是吗？还是有其他的乐器？也可以这么讲的，也可以这么讲。你那个八音，你要弄那个八音团，那你光各式都要会，光 AI 乐器不行的。所以老师各种乐器都要会，对，还是要会呢。只是最专精的是唢呐，唢呐也是在前面差不多20年的时候才学的，才去很认真的去学的，才很认真的去学。以前在国乐团根本就唢呐很少在用哦，真的哈、哦，哎，我们那个年代，你一直唢呐声音力量这么大，它会，它
会把其他乐器的声音盖掉，除非他特别编了一个曲子是你的协奏曲，不然的话，哦、对，唢呐的协奏曲，对，音量会把人家那个风盖掉了。哦、OK， 老师，所以当时你是先接触到唢呐吗？还是你接触的乐器，客家八音的乐器？先这么说好了，你最一开始接触到的是什么乐器？跟哦，那个是你其他一，你看那个卡卡弦哈，那个还有我们讲的胖虎啊、哦，胖虎，哎，那个是。一般你在跟国乐团里面就会用到了，嗯哼，是在国乐团里面他是用的是，算南湖那一种的，哦，南湖。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屏东农庄那个国乐社，嗯，他比较没有钱嘛，是，他也是买的那个野虎啊，哦，买野虎，啊、OK， 椰子壳做的，那个很难听呢、欸，真的吗？还是技巧好一点，你拉的会比较好听。不是那个时候也不会吧？那好、啊，那技巧不好，当然不。Okay. 那个时候我们开那个也很好玩，是也不敢在我们和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书， uh-huh. 租房子也不敢在那拿到那个学操场那边去，怕吵到你，怕吵到同学。对，那个哦，那個、很难听，要杀鸭杀不死的，的声呀。所以老师是从学生时期就接触国乐，对。OK，、嗯、那后来你为什么有这个因缘说要组这个客家八音团？啊，这客家八音团我们是还小的时候就很熟悉的啦。嗯，那客家庄没有其他音乐，但可是连收音机、收音机都很少呢。是，哦、那个等于是空气中都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声音，嗯，但会有那个听到声音，就是专哎那个村庄里面有大小事，喜庆，哎喜庆啊，或者是丧事那个丧事也可以听得很远哦。哦，丧事也听得到，你像那些地方，好像你现在在深山里面这样嘛，没有其那个听到鸟叫声，鸟的声音很小啊，哦，音量小嘛。对，那一听到那个唢呐一响的话，你说哇，这个村庄一定有什么大事情了。我靠，这是小时候才会有这个东西，这声音的印象就是这样。哎，对、嗯，那个是等于是配合的那个，嗯客家村庄里面的那个大小事情。OK，、你只要听到唢呐响了，啊，那个有事情发生了。我们开玩笑说啊，某某人的唢呐一响，那就死人了。有那么夸张吗？对，有一个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发现很奇怪，是他只要是那个演出水准很高的话，他不会去做那个丧事场。哦，他会专门做喜事场。丧事场第一个钱比较少。OK。哦，而且你说谁也表现不出什么东西来。喜事场就比较能表现了。哦，喜事场那个时间长了，那个用的曲目就很多了。哦 ，OK。哎，所以他们那个大部分他不喜欢是吹那个丧事场，是，所以丧事场有几个专门在弄的。哦 ，OK，那喜事场就比较多了。哎，喜事场，但是你喜事场的话，你一订婚，好、哦，你可以看一看他的日子，好了，订婚了，好、哦，什么时候订婚，赶快去通知那个吹唢呐的。哦，因为要把那时间定下来。对，不然的话，人家那个好日子大家用啊，大概要公给，大概要公给用，被人家请走了，就没有了。OK， 所以老师从像大伙房艺术团，您在这边是当艺术总监，其实您也培育了许多的这个子弟，一些团体出来，对不对？这个也算是一种团体是没有了，职业团体现在没你这个东西跟我们比较，你在客家庄的话，在玩这个东西好玩的一点，不能当成一个职业团。对，不像那个西洋那些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弄一个哈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只有玩一玩哈。嗯哼，比如说在学校啦，是啊，学校、学校他有经费拨下来的话，你可以去教学。这个也算是一种国乐的教学，也算是，但是现在还是否客家八音的教学？我开始在上那个，我是上客家八音呢。嗯哼，国乐的，我说国乐的很多人要教你，你们去教教你，你一嘎的我，你一嘎的我，你不一定要找我。嗯哼，但是你这个八音的话，你一定要找到我，没有人。哦，啊。因为他的演奏方法还是跟国乐的演奏方法还是会有差别，有差别的、哦。对，那个味道会有差别，而且他们那个曲目的哈，嗯哼，南部八音很麻烦，就是说他没有像那个乐谱哦，
记录，没有做一些文字的记载。有了，另外有一个团，嗯哼，他有公司谱。哦，有公司谱。哎，公司谱也是很麻烦的、啊。嗯，你像好，你一定要你念过以后，他才能写。嗯，所以他写是公尺上这样啊。嗯哼，好，这些东西啊，是那。因我就慢慢把这些弄、嗯、这些听起来的那个谱呢，把写下来，编成那个五线那个简谱，用这样才能去教他们呢、啊嗯。现在学生不像以前了、啊，对对，一定要有一个谱比较好学，对对对，也可以带回家练习。好像比较现在人比较懒了、啊，比较所以在这个客家发音的传承的部分，嗯。老师也是希望说，当然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也希望可以慢慢延伸传承给年轻一辈的啦。这部分老师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最主要的问题是说、嗯、年轻的有没有想要学，嗯哼哼，那最大的原因是说你们这些老的都已经没有，因为快有没有腰肌啊？现在变成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是你假如说哦，像以前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嗯哼，因为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们那个国粹班哦，对对，差不多，假如是这个下半年以后，嗯哼，哦，那个中秋节以后了，是那个婚事的那比较多了。哦，生命生日的，还有那个庄里面要拜、嗯、拜天公啊，这些东西不很多。哦，那个是他。那个是丧事，喜事要做三天呢。哦，喜事要做三天哦，那真的就这就很棒喽。对啊，那就是一笔很蛮可观的经济收入了哈。对，也可以说是这样。嗯哼，所以我们那个师傅说他去做一场下来，他就可以买好多包那个阿蒙头啊。哦，好，去盖房子了。OK， 所以其实。真的慢慢的现在也是必须要让我们的年轻一辈的哦，甚至就像刚老师说的，有一些你退休的一些朋友哦，我们慢慢来学啊，再慢慢传承哦，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年轻一辈也对这个客家八音是有兴趣的？现在好一点的、啊、他有一个客家电视的、嗯、哦，是是是，做一些传承，偶尔上电视，这些小伙一上哦，有在那边哦，那就有一个荣誉感了、啊、对对对、哦、但现在像美浓国中那边也、嗯、我们也是一样，是要找一个机会给他们表演的机会，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对对对，不然的话，他会学的好像就烂烂那样。OK，、哦、老师，其实今天呢，我们老师有带了一张是我们的大伙房艺术团的八音曲韵六堆琴的一片 CD， 那其实这里面有几首曲子哈、嗯，那杨杰刚刚呢就揭露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的名字叫《鹅公叫鹅母》哈、嗯，那老师可以稍微来解释一下这首曲子吗？因为这个曲子哈、啊，你刚在前面听了，嗯哼，好像也是西施。你把它听想象成那个湖里面好像池塘里面那个鹅在那边嬉戏哦，是后面会越来越热闹，对，前面是神色很幽静 OK， 我都慢慢好像也是鹅公鹅母在那边也是莺莺嘛，不带劲，莺莺不带劲啊 OK， 好像就那个好制造气氛，前面那个慢慢就有这个是后来就在会转到一个 OK 这个流水板，嗯哼，那个流水板就是比较热闹了， 大概就提莫赫给来，所以他就有那个对应句 OK， 这很奇怪，在这个其他曲子比较少，是在这个里面就有这个对应句会跑出来 OK， 好像一个音像一个音声这样，哇、wow， 哎，好棒哈、哦！好，今天呢，我们最后来播这一首是我们的由大伙房艺术团演奏的《鹅公叫鹅母》，让大家欣赏一下。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大伙房艺术团艺术总监，也是我们的副团长林作长林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林老师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谢谢林老师，谢谢。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鹅公叫鹅母》，我们这首客家八音的音乐。我们下回见喽，拜拜。